丫头，你可是很久都没来看我了。哥，我好想你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过得不开心吗？最近游戏有一些问题，我压力有点大。不着急。 咱坐下慢慢说。我感觉梦想越来越遥不可及了。曾经我以为，只要拼尽全力，就会有好的结果。可是现在，问题不断出现，游戏上线不断受阻，我越来越没有信心可以解决这一切。 我甚至觉得，是不是自己能力有限，才会导致现在这样的局面？哥，我第一次觉得这么累。很多事情都是困难连着困难，问题接着问题，难免会有一些坎坷的。而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面对它。逃避终究不是最好的选择。如果你觉得累了， 那就休息一会儿，不论任何时候，哥都会陪在你身边的。琳琳，人难免都会有灰心丧气的时候，但是哥知道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。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当初做这个游戏，就是想让你 一直留在这个世界，只有游戏上线，你才能永远的陪在我身边。可是我现在真的好累，我就只想这么静静的看着你，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 在我身边，你就不用这么逞强了。不论任何时候，只要你需要，我就会出现。哥，我还有急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去吧。
还是喜欢看你斗志满满的样子，我会永远在这等你的。喂，孙小姐，你好，我是林乔。刚刚路过你公司楼下，才想起来之前答应请你吃大餐的事情。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空，让我履行一下我的承诺。嗯，哥，我最后再劝你一遍，你真的要接受这一切吗？我真的觉得我们还可以再想想其他的办法。本来是想请你吃大餐的，你怎么就简单的叫了这点东西啊？没关系，这些对我来说完全媲美于那些大餐，更何况是现在这个时候。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不是太过自负莽撞，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就一直敢往前冲，所以老天爷为了惩罚我，每次在临门一脚的时候都让我出一些岔子。你别这样，你很勇敢，你有放手一搏的勇气和胆识，而且你很优秀。我不优秀，我只是把自己包装得很好，没有被你们看穿而已。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有多差劲。宋玲玲，你不要这么贬低自己。你难道忘了当初是怎么安慰我的吗？虽然你现在很辛苦很难过，但这些都不是打倒你的理由。我知道，但坚持梦想的选择权并不在我手里，我总不能为了自己的梦想让你萧然还有我所有的员工都无路可退吧。所以呢，我就索性放手一局，大不了再过个几年之后我再扬帆起航吧。那我问你，你还想继续下去这个项目吗？想。爱的元宇宙对我来说不单单是一个游戏，我对它……我明白了，你只需要带领你的团队全力以赴地推进游戏上线就行，其他的交给我和小然来解决。真的？怎么解决？这是我们投资方要解决的事情，就不劳蓝药大神费心了，你只管专注游戏就好。老大，有事情需要你来定夺一下。哦，快去吧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？没有，你放心去工作吧。好。
这次事故的责任方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明确了，并且林总也因为自己的失职主动请辞了，所以我再重申一下，和设计团队无关。还需要我再说第三次吗？可是林总盗取游戏账号的理由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要阻止游戏上线？散会，周总。如果你是这样态度的话。 那就莫怪我们这帮老人的迂腐了。所以你们的结论是？所以董事会决定暂缓游戏上线。接下来，董事会会推进游戏投资的进程。当初我们投资这款游戏，是肖董事长的指示。如今我们战魂投资，也是上个月我们去医院探病时，肖董事长放权指示的。如果你同意换掉他们，启用业内更专业的团队。 我们可以收回刚才的决定。庞丁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约定的时间应该还没有到吧？对，还剩半周的时间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小一连熟悉项目估计都做不到吧？你们就不怕我清除你们的投资股份吗？你可以慢慢的考虑，我们呢，不着急。 老板，你流血了，我去拿创可贴。怎么办啊？完全没有思路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？吓我一跳。林总。 被上海集团开除了，说是咱们这次内测不成功的全部责任都在于他。怎么可能？你别瞎说。我没瞎说，不信你看，胖丁在群里发了集团公示。哎呀，真是人心隔肚皮啊！大雄，事情没有查明真相之前，不许乱说话。不说就不说呗。 你只需要带领你的团队全力以赴地推进游戏上线就行，其他的交给我和小然来解决。难道这就是他说的解决办法？不行，这样是不对的。散会下班，明天继续。哎，老板，公示已经按你的要求通知各个部门了。 但是我还是想多问一句，林总为什么突然间提出离职啊？所以这就是你的办法，让林总当替罪羊，开除他来保住我。你已经知道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？他总受伤了。老板和董事吵架了。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，我也不想选择这种方式来解决。但现在这种情况，我必须得做出决定。可是我宁愿你放弃的人是我，林总对于你，对于整个公司都非常负责。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不应该是他来承担。我是整个游戏设计的总负责，游戏出了问题，是我来承担责任。我不能让你这么做。为什么？ 你能不能抛下私人感情来谈论这件事情？蓝耀工作室退出，难道不是更合理的解决办法吗？这是你一手做起来的游戏项目，你舍得让给别人吗？我舍不得，可是我没有办法让无辜的林总承担这一切啊。你就当是哥对你的支持吧。
他现在退出，就是希望你能坚持到最后一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样会对他的人生履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？这样问责的消息一旦传出去，他就很难再在这个行业立足下去。如果我的成功是靠别人的名誉和前途来换的话，那我宁可放弃这个项目。我真的已经想了很多种办法了，我不能做得更好了，至少现在不能。现在木已成舟，只有让游戏尽快上线，我才能想办法让他回来。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考虑过我是否愿意接受吗？我当然考虑过，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了。至少现在我还能保住你。对不起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心安理得接受这样的牺牲。明亮，这么晚，你怎么来了？喝点热水吧。林总，你不用这样，要不你还是骂我吧。我这次来就是想要安慰你的。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安慰到你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不嫌弃的话，我陪你喝一杯。那就只喝一杯，意思到了就行。我去拿个杯子。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做？为什么这件事必须要在哥和玲玲之间做出选择？就没有什么两全的办法吗？哥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事了，我不想让他再为我做出牺牲。可我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可我又能怎么做呢？是我太没用、太无能了，连最重要的人都保护不了。我真是一个绣花枕头、草包富二代。你这哪是打拳啊，你这叫自残。我问你个事儿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没用？你这个人啊，平时挺臭屁的，其他的没什么大毛病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证明你的清白，就算让我放弃游戏，我也会证明失败。啊，不行，我不能放弃。你酒量怎么这么差呀？你别喝了。萧然他这样是不对的。他是个好人，他跟我一样，不想让你受伤害。他很难，
你也狠。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要怪罪萧然，你要怪，你就怪我。我不会怪他的，他是我弟弟，我会永远爱他。你也是一个好女孩，他能遇见你。本将军了，林兄，你小子莫不是把本将军忘了吧？不过，这是何处？这是我家。你刚刚……哦，原来林兄的宅子如此别致啊！可否让俺参观参观？你想参观，就参观吧。林兄家的酒，倒也别致。宋小姐，吃点东西吧，可以解酒。你怎么还喝呀？哎，林兄莫要小看本将军，本将军乃将神功九神，连喝八坛都不在话下。话说，林兄，你对酒的品味还是差点意思。这酒寡淡的跟水一样，无趣，甚是无趣。哎，对了。林兄，你这床榻怎么如此之小？佳期该睡在何处啊？你把酒给我，我就告诉你。我没有佳期。林兄如此优秀，却还未婚配。那喜欢的姑娘总有吧？但我们的问题不在于喜欢不喜欢。林兄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，咱俩的关系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何必这么避讳？不是，你这和你没关系。我俩关系，我俩也没什么特殊关系啊。哎呀，我说兄弟啊，林兄，林兄今日为何如此奇怪？喂，小人，宋小姐在我这儿，她好像喝多了。门是开着的，好，你先稳住他，我马上到。你现在去干嘛？我有事儿，先走了。不论发生什么事儿，需要帮忙说一声，回头跟你细说。宋小姐，你冷静一点。忘了，俺现在是女儿身。可是俺看他，俺是有兄弟情的。
区区女儿身，怎么会阻挡俺们肝胆相照？每次醒来，不是在地上，就是在床上，并且都是在夜色之间。莫非，俺是在这女子就寝之时方才苏醒？孙小姐，你冷静下来了吗？你不要生气啊。那个，而且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把你的精神状况到处乱说的。我们会带你去看最权威的医生。你再稍等一下，萧然马上到了，我们一起送你去医院。你认识萧然？我当然认识啊，他马上就到了。这个奸人居然和林兄认识，怪不得林兄每次都对我躲躲闪闪的，难不成是想合计来一个万中捉鳖之计？想本将军驰骋沙场数十载，竟被那仇人玩得团团转。不行，还要想办法离开。开门吧，我好多了。真的吗？你恢复正常了吗？放心吧。放开我，你这个狗贼！孙小姐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怎么了，但是你现在这状况，我不能让你走。小二马上就到了，你冷静一点。